的，再来一个鸡腿啊！老板，哎呀，我忘带手机了，我回家拿个手机就来啊！不会想吃霸王餐吧？怎么会呢？你看我的小孩还在那里吃呢。那行吧。妈妈，今天这顿霸王餐吃的可真爽。对呀、啊，等王豆豆那个臭丫头发现的时候，也只能留下来洗碗了。你来这样坑害我，我王豆豆可真的是不好欺负的。哎呀，你麻利点，还有36度的碗筷要洗。老板，加油洗吧，王豆豆。第二天，哇，佳佳。到餐厅狂吃。哦，哎呀，豆豆，妈妈吃的太多了，去外面上个厕所啊。妈妈，餐厅不是有厕所吗？服务员姐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厕所就在这里面。哎呀，突然又不想上厕所了。过了一会儿。哎喂。喂，哎，信号不好，我到外面跟你说啊。喂喂喂，妈妈这招真是妙啊！老板，快跑！哎，别跑，先买单嘛！哎，谁说我要跑了？信号不好，我去外面打个电话。明天就别出来吃饭，还想吃霸王餐？妈妈，行不行啊？要不你还是付钱吧。没事，妈妈有办法。喂，小王啊，你把我的私人飞机给我开过来，再把我包里面的500万现金给拎过来，我在这吃了饭还没给钱呢。咦，装什么装？100来块钱的东西，还需要私人飞机交500万？切，瞧不起我是吧？你就等着瞧。就是，别瞧不起我妈妈。妈妈，你把手机给我，我把你的私人飞机照片拍给他看看。